这里下来，我的性命一个无影影，你蛮杀你官，一个无影影，将阿武总，我无想要害我命啊！我求你冷静，你这恶毒的杂物！你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安尼对待你，我多多好年。我拢是为着要替海良报仇。想知影，真正替我报仇的人是本彩霞。啊，这一切都是向总想，都是你，你这个狗眼王的死老狗啦！您讲要替白汉良报仇？您敢来是向总想？就是你的后生廖凯宏啦。方才想，就是你又要把白汉良抬死。正义有可能会迟到，啊，不过一定会来的。你不是孤单一个人，我拢会陪在你的身边的。飞龙兄去用带走啊！你这摆意思讲，叶良是阿强哦？我是联络人，上来家跟你的亲人团圆。啊，恁两个是安怎？那一个软狗狗的倒伫个涂骹。这刘家进前超强，对付陈东俊跟林子谦的手法同款。这个我已经见过鬼。我今日咯，就给你查一下联络人。我是我刘六杰笔记本来了，有下经理书转述我的全部情况来了。牛，死啊！死啊！拢已经到这来啊！敢讲你搁要靠一个无要让你上面的查某囝来救您？这风景袂歹，我带你去看风景。你爸公、你爸爸、阿公、阿公已经伫下脚等伊啊！坐伫遐的，我的性命一个无影影，你蛮杀你官，你个无影影，将阿武总，我无想要害我命啊！我求你冷静，你这恶毒的杂物！你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安尼对待你，我多多好年。我拢是为着要替海良报仇。想知影，真正替我报仇的人是本彩霞。啊，这一切都是向总想，都是你，你这个狗眼王的死老狗啦！您讲要替白汉良报仇，您敢来是向总想？就是你的后生廖凯宏啦。方才想，就是你又要把白汉良抬死。对啊，你抬汉良，你白汉良的